大家好，我是迪尔老师。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中国的软件，它叫微信。微信有很多功能，比如发短信、发照片、视频、朋友圈、扫一扫付款、网上购物、买机票、买火车票、交电费、叫外卖等等。微信非常方便，是中国最流行的聊天软件。在美国，我们也有很多流行软件，比如说脸书、推特、抖音、 ChatGPT 等。过度使用手机软件会很容易让人们上瘾，影响人的健康和睡眠。希望大家在网上注意安全，小心陌生人。网络也有很多诈骗，请大家注意安全。